我觉得还是首先像我之前说的，真的是感谢那个 WTT 吧这个平台。我觉得在这个疫情期间这么艰难的情况下，还能有这样的一场比赛，其实我自己也期待很久。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能够参加 WTT 的比赛，今天真的是很荣幸也很开心。所以我觉得作为运动员，我能做的就是全力的打好自己的每一个球吧。然后我觉得今天，这个就是。开门红还不错，然后挺享受这个赢球的感觉。我下面继续努力吧。评价一下自己和对手今天的表现吧，总结一下。我觉得其实王艺迪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和成绩还是非常好。我今天也是抱着一个拼的这样一个心态，我觉得可能我打的会更释放，压力更小一些。然后能够跟现在的年轻选手这样比赛，我觉得也是学习的一个机会吧。希望自己能够。保持状态，然后更多的跟对手能够进行对抗。我刚才也提到了，是第一次来到澳门打 WTT 的比赛，那么觉得整个现场的氛围怎么样？多说一点啊，关于澳门。因为去年我是来了，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恢复，所以没有参赛。这一次我觉得期待了很久，当我得知就是有在澳门的这个比赛，我就心里也有期待吧，然后前段时间也是，也是在北京训练，一直在备战嘛。然后今天一上场，我觉得还是，既陌生又熟悉。然后我上场之前是环顾一下四周，感受一下这个，比赛的这个气氛。然后我觉得，现场的这个灯光呀，然后包括观众的这种呐喊声，还是让我找到了那种久违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在场上今天打得也很释放，也很享受。好像，我觉得首先是很，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也很喜欢澳门，然后，所以来到这儿，我觉得无论是住的酒店，包括吃的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都就觉得特别好。然后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好的心情，舒畅的心情，我觉得也会让我更期待比赛，更享受比赛。谢谢澳门。刚才现场有非常多球迷在为你加油，有什么想对我们澳门球迷说的吗？谢谢所有的这个澳门的球迷吧，为我们加油呐喊，然后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比赛的气氛。然后也希望我自己能够下面的比赛多打吧，能够多上场的机会，继续感受大家对我的这种助威和加油。然后也希望能够回馈给大家更好的比赛。